示一下我们今天呢非常经典的表法了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我们金钟最佳新人奖得主连于涵莅临现场。就像我们地图表一样哦，始终忠于经典，但是很多的东西，我觉得不一定一定要这么多的一个好像一个框架。对，那我觉得尤其是我的行业应该是很好玩的，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都还可以做。像我们拍照都不太敢戴墨镜啊，因为就是会怕说抱着不敢不喜欢用或什么的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多很奇怪的一些，就是我说就是表大家都希望就是一定要露出来，对，就像我想要 push， 但是因为我还是我的这个专业，可是就像我会觉得说，为什么大家就是都一定要好像对拍表就一定都会这样，希望我们一定要这样，就是下次可以来个不一样。你平常用它不会这样用，它就是应该是很自然的。我在 DJ 的时候让大家去抓，哎，它已经是我的我用我的工作，但是它戴在手上已经它是我的一部分，它的表面有些人喜欢里面的工艺是很复杂的，对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我觉得表是一个很贴近、蛮私密的一个产品。对，所以今天如果你有30万，你会选择先去买一把吉他，还是买怎么样？我像我讲的，30万吉他会弹也没用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会弹比较有用。对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就是买自己喜欢的。对，没有，因为这个是不是要朝上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有分左手表、右手表，对不对？其实，有。对，等一下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要朝上嘛，不然你在这边压在这边比较不舒服，这是我的见解啦。对，是这样子讲吗？是不是有这个说法？有右表冠跟左表冠。对，但这个比较还好，因为有些是有，如果像有些会出有些东西比较夸张的，右手表表冠应该会帅。刚刚提到说你在为你的演唱会健身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之前有说你为了不要让体重增加，也不要演偶像剧，真的吗？这对，就是拍戏就是会变胖。为什么拍戏的代价很大啊？为什么拍戏会变胖？因为每天早睡早起，然后作息很正常，然后便当很油，所以就会变胖。因为主要是在跑步。最近跑步，以前不太会跑，现在跑，每天就是我会在路上跑，每天在路上跑，对，然后现在又很热，对。白天跑还是晚上的？我大概都4-5点跑，很热，非常热。我会比如说哦，我设一个点，然后我跑去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可能在那边走一走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地方去。我很能走，我没那么能跑，但我很能走。像我可以从中山北路走到信义区东区，算远吧。这种大热天你有办法走？我可以走没问题，但是跑我可能就不要，因为我喜欢走路。就我吃饱饭，我就会想像老人一样散步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走路蛮舒服的。